哎，陆爽，哎，人呢？人哪去了？人哪去了？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有人举报你们非法嫖宿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这就非法嫖宿啊？ 啊！又是你。三更半夜的，你们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那有什么好事儿？带走！等等！我看你们像个胡来。我问你，法律哪一条规定不允许我们男女同处一室？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聊天不可以吗？你不是记者吗？ 记者的责任就是真实的反映情况。来，你手里照相机，你马上拍，你把这所有的情况都真实的记录下来，我们跟你走。把他们给我捆上！你敢？你们是非法拘役私事公堂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记者，你敢把这些都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少废话，带走！走！干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你干嘛？法律责任。 明达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我要是不把你留住，让你早点走就好了。这事儿根本就不怪你，你还没看明白？这帮家伙是诚心给咱们设的套，那扣都做好了，要不哪那么寸啊？就一下就赶了个记者，好险！ 别走好吗？明天马奔就回来了，我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。我很怕，所以我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钟，陆冰。 我爱你，但是在你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，我们必须克制。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我们要的不是一夜，我们要的是一生，懂吗？那你能陪我说说话吗？ 我要你陪我一夜，你睡吧，我就坐着陪你，一直到天亮，说一辈子，把灯关了吧，我喜欢月光下的感觉。 陆冰，嗯，害怕了？没有，就是觉得他们来的太早了，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还没说呢。那着什么急？以后咱有的是时间说。嗯。
我给你吹口哨。嗯。怪有相亲日的，冯先生，这件事呢，可能我们线报不大准。不过你也逃不了干系，对吧？都下半夜了，您一个大男人跑人家女士屋里干嘛？再说了，白女士是有老公的人，这我们都知道了。您二位如果不是有暧昧，她会大老远来跑来找您，您还安排她住下？你就说你要干什么吧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这有份保证书，只要您在上面签个字，我马上放您回去休息，白女士也不会再受干扰。今晚的事情绝对保密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。你念吧，我听。本人冯明达以个人名誉做出三项保证：一，不再追究今晚度假村保安部所采取的行动。二，不再将今晚所发生的事情向任何外界透露。三，不再追究鸿雁生前的作为。此保证具法律效力，如有违反，本人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。你们的重点是第三条，就是为了让我放弃追究鸿雁，是吗？冯先生，咱们都是男人，既然有了新欢，还追究旧人干嘛？再说了，这种事在当今社会算什么事儿？卑鄙，真卑鄙！你们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凡事不要太较真儿。滚，滚出去！有本事你们杀了我，不然我跟你们没完！你看我怎么跟你们算账！滚！你看这干啥？你干嘛？出去！习惯，习惯。怎么弄？姓冯的软硬不吃，证据又没有拿到手。真他妈怪了，姓冯的这么有定力，愣是没跟白若冰上床。要不我找几个人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别闹事儿，咱又不是黑社会。李记者，您估计这事儿能整出新闻来吗？哎呀，看吧，说不好。说不好就再说，先给人放了。谁叫你随便捆人的？瞎他妈搞，办事一点都不灵活，猪脑子啊你！你看看现在弄的，骑虎难下。这事儿不能算完，他们不报警，咱们报。你不要紧吧？要不要我先陪你到医院去检查检查？送我回家吧。好。回去吧，别管我了。不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他。咱们一块儿上去。那他碰到了，只能更麻烦。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面对就是了。走吧。
找你去了。哎，那冯医生在吗？他没在啊。走！你放开我！干嘛你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冯医生开会还没回来。我不管，带我去找他去，去他们家找，就上天入地也给我找出来。走！你走！什么？他去哪儿了？去我岳母家了。我知道了。那好，就这样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杀了他！啊！说不说？干什么？你快好好说！真的，我向你保证，你爱人真的不在这儿。明达也出去两三天了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开什么会啊？他们明明去约会去了。你别动他！你别动他！不要干蠢事！放开孩子！宝贝，放开孩子，放开孩子！有事情冲我说，有话冲我来。白老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快带着你爱人离开吧，别再打扰我们的生活了啊！白老师，我求求你了。妈，不能把如冰交给他。妈们，你我都是男人，男人的事情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单独坐下来谈。你不能伤害其他人，知道吗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现在我当着你岳父岳母的面，以你女儿的生命发誓，以后你再也不要理白如冰了，跟他一刀两断。你说，你要不说，我就杀了他。妈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一切错都在我，你不要伤害别人，你把孩子放了，我跟你回去。坦白地告诉你，我爱如冰。你说的问题，我做不到。姓冯的，你是个混账！你，爸爸，你要打死我吗？你要打他！你给我让开！姓冯的，给我起来！要是男人，咱们俩就单挑。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你打吧，我不会还手的。你走开！好。全面检查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内脏没有损伤，只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你呢？你做检查了吗？我没事，都是皮外伤。你看，我这不是正常工作呢吗？马奔，他还在拘留所里。严警官说，可以考虑以故意伤害罪对他进行起诉，想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。你说呢？我无所谓，这事你决定。你看吧，因为他要伤害的是你，你是当事人。可最后受伤害的，毕竟是你。如冰，
时冲动才做出的傻事。再说，他已经受到了警告。严警官说他在里边挺后悔的。嗯，我听你的。怎么，患难夫妻，情话绵绵呀？别开玩笑呢，这是在医院。你们两个人啊，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这次想不在一起都不行了。哎，那个混蛋呢？还在拘留所呢。好啊，正好跟他说拿这个当一条件，同意离婚呢就把他放出来，要是不同意啊，就判他，最好判个无期。对。你呀，你要是当了法官，这世界上肯定乱了。我和如冰已经商量过了，想提出来把他放了。把他放了？他要是出来再打如冰怎么办啊？他敢。法律是干什么的？如果他再敢。如果他再敢，那我真的不能让他了。如冰啊，我建议让你老公去竞选市长，我肯定投他一票。这样的人选上去，我们放心呀。你高抬我了。江林给我发的短信，让我看电视，说是有杨副市长的新闻吗？江林，在昨天召开的杨副市长的爱人啊，常委会上，副市长杨玉辉完成了他的述职报告。50分钟的报告中，杨副市长不但总结了3年来的工作，更对我市未来5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详尽大胆的规划。9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民代表对他的工作进行了现场评议，思维敏捷，办事果断，清廉公正，责任心强，有开拓创新精神。是代表们对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副市长的一致看法。杨玉辉副市长感谢委员们和代表们对他的信任，他表示自己的工作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，一定不辜负代表们的期望。本台，杨副市长，杨副市长，有事吗？老宋，祝贺你，杨副市长，素质报告得到这么高的评价，这是很少有的。这样一来，很多谣言都不攻自破，您也就不必为此分心了。我记得中国有句古话，叫“公道自在人心”，你说对吗，宋秘书长？对对对，这太对了。哎，小张。副市长，再见。开车。小张啊，慢点开啊。好，走吧。哎，你好，杨副市长的快递。副市长的车刚出去，你直接送他家去吧，就在后面市府大院8号楼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妈，爸爸的述职很成功，可是你怎么好像反而不太开心呢？
哪里啊，我不是不开心，我是在担心。一种现象掩盖另一种现象。我听不明白。女儿啊，老子的书你读过吗？是不是道德经？对，就是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这么一读啊，都成歌谣了，应该读作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这个《道德经》五千言呢，哲理深刻得很啊，充满了辩证法。还有一句，祸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祸之所伏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你得好好学习。哎呀，我真希望你爸爸不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蒙蔽。我真是希望他有自知之明。喂，爸爸，刚才看见你上电视了。对呀，我特高兴。嗯，好，让妈跟你说。妈，看了。行，你说吧。我现在去那开发区，晚上咱们全家一起吃个饭吧。以什么名目啊？庆功宴。你看看你，不算什么庆功，也算过了一关吧。啊，总算大家肯定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哎，说实话，我也没有想到评价这么高。你们干嘛呢？我正在给你女儿讲老子。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伏呢。好吧，不打扰你们，等我电话吧。副市长，这次您过了这一关，我们都替你感到特别的扬眉吐气。妈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爸爸每次跟你说话都要看你的脸色，而且还相当不自信，相当紧张呢？有吗？真的。说实话，妈，我觉得你不该那么聪明，把事情看得那么透。你这样，让爸爸一点空间和余地都没有了。你想想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他能舒服吗？老子也说过，柔弱才能胜强。您为什么不按这个调整调整自己呢？我去开门。哎，女儿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一封本市快递，给爸爸的。拿来，给我看看。杨副市长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上次在我家多有得罪，谢谢您的宽恕。作为报答，我把这些照片寄给您，请按您的良心自行处理，也算咱们之间
私了了吧。时报记者李凡。哎，妈，你看这什么意思呀？成绩很大，你们这个厂一投产呢，我市的经济又会大大改变啊！啊，这都是老师领导有方啊！你小子不失时机的拍我马屁，想干什么呀？无非是想为您助助兴，您的述职评议能顺利通过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老赵他们想借我这儿摆一桌，把师母和小师妹也请来，大家一块儿庆祝庆祝，也放松放松。你呀，别搞这个。你师母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？咱们不提这事儿，就大家聚聚总可以吧？师母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？那我不管，你自己跟他联系吧。成啊。好啊，市长，请往前走，好好好，看看我们第一车间的情况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胡叔叔，我爸在你那儿啊。吃饭？那我爸怎么说？我没问题啊，关键看我妈。哦，他有事出去了，您打他手机吧。多少号？您问我爸不就知道了吗？好，行，那我在家等着。哎，再见。我一直考虑这种可能性。冯医生，姜老师来这么快，介绍一下，严警官严正，我朋友。你好，严警官。你好，姜老师，我在电视上见过您。哦，冯医生，这就是那些照片，正好严警官也在，帮忙看一下吧。不错，这就是他拍的。这个李凡上次因为在报纸上乱写鸿雁他们的事情，曾经被我打过一顿，所以那天一出现，我就认出他来了。看来这件事情他应该知道的比较详细。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？信上留着他手机号码。给他打电话，请他马上来一下。好。喂。请问是李凡先生吗？您是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主要是想告诉你，你寄给杨副市长的照片和信都已经收到了。是他让你打电话给我的吗？你是他秘书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说的话在信上已经全部都写完了。请你转告给他，我这可是好意，他如果不接受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只给他三天时间，三天以后如果他不处理这件事情，那这些照片将会出现在监察局和纪委的办公桌上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打招呼。我不是他的秘书，我是他太太。我叫江玲。您是 江老师？您是怎么？你就别多问了，现在我和你当事人在一起，你能马上过来一下吗？哦，好，我去。我知道那个地方，我马上就到。好的，别小心。你把厂子当成自己的家啊，有什么事儿就跟厂长反映。老师啊，哟，怎么样，他不肯来吧？老是占线打不通啊。算了，别打了。你别管，我一定会把师母请来。你工人们不错啊。干这都挺足的。我忽然感到自己陷进了一场肮脏的阴谋，即使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受尊敬的人，那性质也不会改变。阴谋就是阴谋。是你的坦诚与忠实让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可笑，我怎么会为了区区的10000块钱就去陷害两个好人呢？本来我想把这10000块钱退出来，撤出来就算了，可后来我想，不行，我得揭露他们。可我又怕伤害杨副市长，
所以我就想把照片给他寄过去，看看他的反应再说。你相信这一切都是杨义夫在背后指使吗？不，我还是不太相信，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？这个世界上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不可能呢？现在报刊上经常有这样的报道，一些个腐化堕落的干部，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为了摆脱纠缠，不惜雇凶去杀掉自己的情人，这种事情还少吗？这太可怕了。姜老师，你觉得杨副市长是那样一个人吗？这件事不是他背后指使，事情也是因他而起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人呐，为了一点可怜的欲望，怎么会变得如此坏？现在是证据在手，又有李凡做人证，我们完全可以告他。你们不用替我考虑，不过我有个希望，在这之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要自己把这件事情问个清楚。哎，江老师，好像是您的手机在响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哪里？师母啊，哎，我是小胡啊，胡平。哦。你好，你好，您不在家吧？刚才我给小师妹打电话，她说您出去了。对，我在医院看一个朋友。有什么事吗，胡大主任？是这样，师母，老师就在我这儿。对，他的几个老部下说机会难得，想聚一聚，想请您和老师在我这吃顿便饭。是的，是的，哎，晚上您就住我这儿。对了，我们开发区别墅区建好以后，您还没有来过呢，行吗，师母？能不能给学生这个面子啊？我就免了吧，免得扰了你们的雅兴。怎么会呢，师母，您不来，大家才不尽兴呢。你要是真不来，副市长也留不下来。来吧，师母，就算我求您了。行了，别说的那么可怜了。好吧，我过来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不用来接我，有朋友用车把我送去。好，晚上见。看来盛情难却呀，这顿饭不吃还不行了。厂子的前景还是不错的啊，你们要好好协助小胡。老师啊，妥了。师母说他来，真的？您太不相信学生的能力了。好，这么大的开发区，也许管不好。嗯，请师母吃饭这种小事儿，手到擒来。好好，那可不要太铺张、太奢华啊！什么鱼翅、燕窝呀，通通不要啊！是的，咱们就来一个农家风味儿，本地出产，就地取材，不在乎吃什么，在乎个气氛嘛。好好好，这样最好。我们单位还需要市长多多提携啊！哎，是，大家共同努力吧！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你们的企业怎么样了？我们现在企业还可以啊，现在准备上一个项目啊，现在还存在资金上的问题。胡主任，大小姐到了，大小姐请。啊，来来来，丫头。爸，我妈呢？她从医院直接过来。哎，谁病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叫什么冯明达。爸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搞那么神秘干嘛？你说吧。你过来嘛。这孩子。嗯。爸，今天有个人用特快专递给您寄这些照片。哦，来，小师妹，请喝水。啊，谢谢。什么照片啊？是两个人，我不认识，妈妈好像是知道，挺奇怪的，有点像电视剧的剧照，可妈妈又说不是。哦，那照片呢？
被我妈拿走了。干嘛？事情要糟，有人可能向副市长告咱俩的状了。哎，不能啊！我看副市长挺高兴的嘛。你懂什么？东西还没有到副市长的手里。哦，那就好。好个屁！在师母手里捏着呢。啊？师母好像来了。糟糕糟糕，今儿的事儿要折呀！怕什么？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杨副市长嘛。不行的话就实话实说。脑子进水呀你！这话当着师母和冯明达能说吗？这人都来了，走吧。师母，恭候多时啊！我带了两个朋友来，一起来凑凑热闹，你不介意吧？师母说哪里话嘛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冯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没想到是吧？李记者，还挺忙吧？忙也得来，这是正事。哎，姜老师，你好。你也在啊？是。那太好了，一起来吧。好好好，您请。走吧。哎，江玲，什么照片你拿走了？杨希，你出去。干嘛？出去，马上回家。江玲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待会儿你就明白了。请你们大家先去吧，我和你们的副市长要谈点事儿。胡平，你先把大家安排好，然后和老赵过来。市长，坐坐坐，各位。江玲，你也太过分了。搅了你的庆功宴了吧？我觉得我这样做是有点过分，不过在你喝酒之前，我认为有必要让你醒醒酒，免得你昏了头。自己看吧。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谁呀？这谁拍的？我。你。哎，这照片上不是你吗？对，是我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冯明达。擦肩而过，不要转身。
相信自许，不要转身走出了爱的氧包，我依然痴心，不要转身扫描了心灵，我再将爱成真，不要转身走出爱的合影，擦去泪痕。休克对你的眷恋，我将青春耗尽，你是否已经熨平我心的皱纹？如果你把我的期待还要一次次扔进，就让我和你笑对眼神，不要转身，不要转身，错过了路标，我再相信自己，不要转身扫描了心灵，我再将爱